对面这个阵容已经记了呀，我操，我们直接银河战舰，他拿什么跟我们打？啊，我问你，我典韦，马超打典韦，哎，典韦，典韦在上路，我操，直接大刀过来，隔着一座墙，隔岸观火，你在看什么？嘿嘿嘿嘿。这个我的空白，两个下滑被典韦直接劈死了。我看到了，这典韦直接大招劈河蟹，我操！给你见识一下我真正的实力啊！他追不上我的，这个英雄太笨了，两个收枪他就已经顶不住了，是吗？对面这个典韦这个点我们完全不用担心，什么他是抓不到我们的，我们唯一要担心的一个点就是在这把团战之中我们的考虑到的地形，典韦大招劈完之后根本追不上马超，看到没有，这么牛，打典韦两段收枪直接抬走，太笨了，这英雄机动性太差了，他完全就是站着原地发呆的，大招劈完原地发呆，他摸不到马超的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典韦不增强，反正我感觉这英雄摸不到人，太笨了。你想，你玩典韦，我玩个马超，中单选个火舞，射手带个辅助，啊也稍微聪明一点，真的就五个人六着你玩，懂吗？嘿嘿嘿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没办法的，玩具。对面点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不是我歧视这英雄，是我确实觉得这英雄太弱了，不加强玩不了，几乎就是直接打头了。与我与剑，国服典韦，对面国服典韦啊，只玩典韦老夫，看，品一品一品。